大家好，这是牛蛙。俺闺女成天哼着吃那个啥薯条儿，也还弄点薯条儿，啥土豆，说着网上也用盐水煮了煮，先起了泡泡，然后搁盐水里头稍微煮了一下，煮了有那个，人说是用玉米淀粉拌的，没有玉米淀粉，然后用那个红薯淀粉，然后给它拌了拌，拌了之后搁冰箱里冻了，冻了一夜，然后今儿个给它拿出来，给它炸一下，看效果了没有。你加油，叫我背。这不是这咋的？比如我平常拌了，没有，应该会好吃感觉。我说费劲把它给弄好了，还不是我弄平常拌的。这给那拿一下。这玩意儿人家说的是这个要出来的薯条的外焦里嫩，不是是。那也叫这是出来了之后它定性嚼的时候长，哎呀，硬的时候长，那不是出来一出来一热，一热推出来一会儿就软，这不软。可以。我们开始吧，先把我吃的话，放了，不放了。那你这三锅你咋没有？你先试一锅呗，试一锅了再吃。这得炸黄豆，我平常的炸也是得炸黄豆，这给它，有点饿光那种是不是？这我看着饿的还鲜辣的，可不认准的，别打了，比我还心急的，看看，小火慢慢炸，这看着可以哈。中了吧这锅？熟了，熟了。咱给我捞点油，还得复炸一下。它没焦是吧？焦了。这焦，油再复炸一点更焦。我去买点那个啥番茄酱。真有啊，有，就是倒盘里面，等他叫我过来蘸上就吃了。给我再吹吹吧。哈哈哈！还没天天多吃，要不然一会儿回来没你的份儿了。吃了，少吃。哎，你别卷了呀！你卷了，我嘴都流开了。我不卷，我能直接咽着我。你吃辣酱，吃辣酱，我吃了你再过来。我就咽着。下回看自己吃东西了，就给你站得远点。到时候复炸一下。复炸一下呗。还没搁肉汁。给人家拌的有没有一拼？嘴是快流出来了，这里忍不住了，我就害怕嚼啊，是吧？是不是好吃吧？好怎么样？吃了，我再给你弄点番茄酱吧。我再给好，给我洗手。再弄点番茄酱。番茄酱快磨完了。磨完了。哎呀，这地方不够大，端着盘，端着这出来，来，给换一下。热多了。咋我真得意吃番茄酱？也黑，这薯条也不够了。跟吃汉堡的时候也没见着吃这个活儿，经常有人没吃了，你吃啥味儿？我最爱吃薯条和我还热呢。拿着吃呗，拿着吃呗，那不是有，那得有。